今年参与台湾四百民间参与计划普济灯会，普济文书协会是带着400粒挂灯来前往台南伫日本的友好城市仙台来展出，透过公司合作的精神来实践台南甲世界交配价值，也将台南的文化分享给外国朋友。将这条媒体票选台湾十大灯会之一的普济灯会，今年七月份受邀请到日本仙台，参与大地当中的藤冢重灾区展览。日本政府选定迄个所在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互助活动，吸引一些日本朋友前往灯区翕相。由于当地回应相当的好，未来也希望会当长期交流。那现在就是希望能。这个活动不是只有一次性的，然后他们希望是说，可以长期交流，然后他们当地的这个团队也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再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然后甚至可以说把一些技术啦，或者说灯笼的模式跟他们教他们这样子。来自台南布袋戏团团长苏俊莹，也都来拜登的老布袋戏人啊，加入灵魂介绍操作布袋戏人啊的技巧。日本民众相当的好奇，也近距离互动体验。人啊，甲人之间呢，这尼啊亲密，啊嘛，互咱这个现代这乡亲啊，体会要安怎操作朋友。啊，伫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更加熟悉台湾的文化。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水啊嘛，非常难得的代志。当他们来到现场，在展示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到现场，他就会想说，明年我一定要再来参加，而且我要更认真的画，我一定要想一些更不一样的主题去参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互动跟循环。日本伫遮新立即个商场，象征受灾之后重新振作的希望。即项普济文书协会以当代手法振兴在地传统文化的目标一致，未来台南向仙台之间也密切交流，维持两边的友谊。记者孙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